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好，就自己试着找找看。如果你可以找到的话，就大概没有什么问题，你就一定会辨认了。好，那其他大部分就是 chromorphin cell， 这些都是 chromorphin cell。好，那就这样咯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了。好，就这样咯。好，自己试着找找看。啊，这边其实也还有一颗，这颗其实也是，这颗。啊，你们没看到啊。好，在这里，这颗。哦，细胞质粉红色的这颗。好，这颗也是 ganglion cell。好，我自己觉得比较低的倍率底下其实比较容易找啦，你先找低的倍率，然后找到了以后再把它放大来看，就会比较明显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再找我看其他位置的髓质还有没有。这边好像真的不太多，好，我看看，哎，我们只有这一片，哦，这里，哎，这一片可能会切到比较多一点，我看看。哦，有，哦，这里比较多颗，好，在这里，好，有没有在这个视野底下，你就看到这两颗就是。这一颗和这一颗，旁边这一颗好像也是，这个就是 ganglion cell， 可以了吧？好，上面这边还有一颗，这一颗，好，粉红色细胞质很明显。啊，这里这颗也是，这颗，然后这里又一颗，这一颗。好，有没有？好，就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颗啊，你就自己找一下。我觉得找到这个 ganglion cell 还蛮有趣的。好，可以，好，简单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咯。好，考试就考这些了。好，希望大家一切顺利，期末考加油。好，拜拜。